有啲譬如你觉得表妹系咪一个表妹 O 唔 OK 啊？你觉得如果娶表妹做老婆，我唔 OK 咯。喺香港咧唔系犯法嘅，但喺大陆犯法。因为香港系指直属嘅血缘关系。喺大陆只要嗰个系表妹，你都唔可以娶。大陆好似系咩但系喺譬如你有啲非洲咁，系啦，类似系咁。因为如果话道德系唔理性咧，咁就好大镬噶。道德系一定有 base on 某部分理性，某一部分系唔理性嘅，唔系全部唔理性，唔系全部理性。即系好似有啲嘢咧，系一个模糊嘅概念嚟嘅。我譬如有啲有咁讲咧，有条友你唔好理佢点样，佢牺牲咗自己，救咗全世界人。呢样嘢近乎99%嘅人。都会话呢样嘢系道德嘅，亦都觉得系道德嘅。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大家同唔同意先？有个人牺牲自己嚟救晒 全地球嘅人，99%嘅人都会觉得佢系道德嘅。但如果地剩翻嗰0.1%嘅人咧，系因为想要拗颈，所以先觉得唔道德嘅啫。我会咁睇嘅，如果个地球嘅人系根本已经。去滅絕嘅，即係佢哋做嘅事已經太過嗱。咁你呢個咧就有一個前設啦。但如果我講嗰個係一個純粹係啦，你嗰個係有一個 scenario 嘅。假如全世界都是一個都係抵死嘅，咁已經假設咗全世界都係抵死嘅咯。咁冇人係抵救嘅喎，咁就唔會有人係偉大啦。反而佢系唔伟大，因为佢可能累咗其他嘅种族，同埋你要睇到几大咯。理性系好紧要嘅，我觉得系有理性存在，好道德系一定有一个理性。即系我做一样嘢，大家都会觉得啱嘅时候，背后就唔会再系因为感性嘅原因噶啦，系大家有一种叫做理性。而當我哋解釋唔到咧，我哋只能夠將個解釋點解大家都會覺得啱，係因為我哋訴諸理性。理性呢樣嘢一定存在嘅，但係有啲時候咧，就會涉及到理性同感性嘅糾纏啦。可能你個人嘅喜好啊，又或者你背景嘅唔同啊。譬如我頭先所講喺非洲嘅人，可能覺得近親交配冇問題嘅，但可能喺某啲國家近親交配要打靶嘅。咁近親交配係咪一個道德問題呢？喺呢個時候似乎就唔係純純話近親繁殖是一個道德問題喎，可能係一個文化差異而引致嘅道德問題。有冇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呢？我明白。但有啲嘢咧，就我頭先想講係放之四海嘅。假如嗰陣人唔係一啲好人嚟嘅，偉人嚟嘅，一條友犧牲咗自己去救佢，呢一個係我諗呢個世界冇乜人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唔道德嘅嘢啦。嗯，係咯，啱嘅啱嘅 ，Wilson 同理心啊，係其中一個準則嚟嘅，我自己嗰个道德嗰、那个叫做嗰、个定义咧系有同理心呢一 part 嘅，但系咧会有一个系会有 win-win 嘅情况出现嘅，即系你无论点做都好似喺道德上没有犯错，同埋有啲情况下系你点样做都好似错嘅，但系道德咧系一个暧昧嘅概念嚟嘅，即系你冇一样嘢咧。道德不是一定是道德或者一是不道德，但人呢就偏向呢非黑即白，是啦，其实道德是一个灰色，好而灰色是占很大部分 的地方，根本有很多东西你不可以讲啱，你也不可以讲错，是的，看你是哪一边，也不是看你是哪一边，而是真的那个位置你说不到是啱定错，即好像那个什么一场正义的思辨之类，他就猛地在讲一些中间例子，他永远没有一样例子令到人家觉得大部分都认同的，
咁咧，我覺得啊，我覺得佢呢個咩思辨之類咧，背後想要嘅帶出嘅信息就係話咧，每個人嗰個道德嗰個準則都唔一樣。咁咧，道德係有好大嘅一個灰色界線。即係我自己睇啊，假如佢真係一個唔係為咗賺錢嘅一個講 talk 嘅人嘅話，佢背後係啦。我嚟緊講呢個例子會唔會？拜拜啦，拜拜四仔。哦，拜拜。係。咁我講呢個例子會唔會同你頭先有相似？即係例如，如果全世界死曬㗎啦，得翻你同埋你阿妹嘅啫。係。你為咗要令人類繁殖落去，你就必須要同你阿妹去。係啊，冇嗱，我頭先所講咯，就係話。这个不是一个纯道德问题，这个是文化引致的道德问题。你文化是一个 context， 即是一个你有 background 的。你如果没有这个 background 底下，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即好像非洲的土人是他觉得没问题的近亲繁殖。但可能对某些种族近亲繁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啊，啱啊，你讲得啱。丁蟹，嗯，嗱，首先咧，救人咧，永远，如果你要讲一样嘢，道唔道德咧，系唔系赚讲救人系咪道德？因为我唔知道你救咩人，点样救法？你可能救人的意思，这个世界很多人呢是做些错事说自己是救了人的，你要知道。所以你单纯说我救人是不是对，是不是道德的，我说大体上如果你的救人那个想法是那条人是正常的，被救那个人是正常的，救人那个都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他是纯粹是因为因为同理心 的因由呢而令到他救这个人呢，这个人可以大体上称之为道德，是吧？是啊，我飞了回来了。那如果是这样，湖北那个妈妈，即是摄了你做了一批那个妈妈，是救他的儿子固然是伟大啦，是。但是如果那个不救他的儿子都算伟大。嗱，我头先所讲咧就系有两样嘢嘅，嗰个准则系咩呢？因为咧，我会尝试下咁样讲啦，同理心系一个考虑嘅。咁但系其实咧，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嘅，我自己个道德理论。咁嗰条友即系咩一场正义思辨之旅咧，佢里边其中一个想要嘅重点就话有灰色地带啊。呢个仲系我谂佢应该系咁谂嘅啫，极度之有可能唔系嘅，佢可能纯粹系想讲啲嘢出嚟。等佢可以繼續開 talk 嘅啫。咁其中一個咧，重點咧係不道德咧，係源自雙重標準嘅。我自己理論嚟啊，呢個冇我冇聽過任何一個人有講過類似嘅，因為或者有人講過咧，但我唔知啊。但係呢個我自己攞出嚟嘅雙重標準係不道德嘅源頭咯。你只要冇咗雙重標準咧，剩翻落嚟，我哋要解決嘅咧就係文化差異嘅道德問題，就唔再係舊嘅道德問題。但係雙重標準都有好多好多，好難講。雙重標準唔知道大家有冇問題咧？你聽落會唔會覺得有問題咧？我呢個定義。雙重標準是不道德的源頭啊！是啊，你這麼快是的，為什麼大家都我明白你說什麼的，是啦，其實有很多定義的，怎樣為之雙重標準，那我就在假如我有論文的話我會寫出來的，這個就是那個最重要的一點了。怎樣為之雙重標準呢？簡單一點講，因為始終你有雙重標準，即是你會有一個同理心，就是讲一样你没有双重标准的东西嘛，即是你对人等于
對自己，對自己，你才會有同理心。而我覺得道德某程度上是因為這件事而所以會令到有時候人影響到人的行為，而那樣行為大家會普遍稱之為道德的，是吧？有些想法啊，非常好，你應該要開翻個 channel 真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叫做，其實係源自於 econ 嘅，就係個 total value 啦，所謂嘅源自 total value， 即係你做嗰樣嘢對大家帶嚟係有幾多價值咧？如果嗰樣嘢係對所有人都有損害嘅，我哋普遍都唔會認為係呢樣嘢係道德噶。縱使你係有同理心底下做出嚟，但係你係損害咗大家嘅，呢樣嘢應該談不上係道德嘛？道德嘅嘢啊，係咪？可以咁講。Generally 都係，即係 measure 佢係。係啦，總之你做嗰件事咧，對呢、這個我自己嘅 term 嚟啊 ，total value 同埋呢個 double standard， 你只要犯咗一樣嘢咧，嗰樣嘢就算不上係一件道德嘅事啦。唔係，即係算不上係一個真真正正道德嘅事。會有啲人就係嗰個灰色地帶，就會落咗個灰色地帶啦。假如你做嗰兩樣嘢咧，係犯咗 double standard 同埋有 total value 有損失咧，呢樣就係一個道德嘅不道德嘅事。如果你兩樣嘢咧，你又冇 double standard， 又帶嚟一個正嘅 total value 咧，呢樣嘢就會係一個道德嘅事。但係咧，你會發現世界上好多嘢係落喺中間嘅。而那個中間就是灰色地帶，就是這樣，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是不是有 PAD？ 我看過，是啊，我猜是星粒 fiction。 同不同意？因為我就是打完大腦了，不知不覺。你說這些東西會打得好一點，不是開始變成是反射神經了，已經不再是唔使谂啊！开始，好似打得好。double防你都可以打到嗰下火箭，系咯，得四个字喎。我见你扣几十，扣几十噶嘛。嗱嘢啦，点解你唔开咩嘅？唔开重置嗰啲嘢？开唔切啦，佢开咗都收咗屏啦。哇！重置你小心你嘅言行。都收咗效果啦，收咗效果 OK， 收咗效果。不知道大家同唔同意我頭先嗰個道德嘅睇法啦？如果大家同意咯，我真係可以攞論咩噶啦？科普台唔係科普台，係攞諾貝爾獎嘅雙重標準同埋呢個政府係啊結果係啦、啊。而但係有個問題嘅雙重標準咧，係睇唔到嘅，不能驗證嘅。不同人有不同的雙重標準，不是啊，就算我說我沒有雙重標準，但我看不到的，這件事是因為自身不會感受到的。不是，你是不能夠驗證的，就算那個人說 我沒有雙重標準，但你驗證不到，即是好像如果大家有讀 Econ， Demand 是看不到的，所以永遠不可以被證實的Law of Demand， 因為 Demand 這件事是看不到的。你不可以说这一秒有一百个人需要这个。是啦是啦，看不到的。而双重标准都是看不到的。我想说就是说这个理论是有用之处呢，不是它的真不真实，而是它的 predict 能力，我都要说。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好的。是吧？喂顶，死了死了死了。喂喂喂，生存了那么多年都有回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是非常之好的，每个人都要想一下。是的，有位叫LL Vita， LL Vita 就问，如果我在一场意外中因为救自己亲人而没有救其他人，算不算不道德？我剛才已經說了，這個是跌入了灰色地帶的，有些人會覺得是不道德，有些人會覺得是人之常情的，但你不會說得上是很道德的東西，是灰色地帶。
阿东哥仲有冇睇其他 YouTuber？ 除咗你头先讲光头啊，我有睇好多 YouTuber 嘅。咁都系 BB 嚟啦，系啊。佢之前咪好耐之前咪活友咯。阿、啊、东东好耐之前成日都讲噶嘛呢句咩啊？咁多位 BB 你哋好，系啊，各位 BB 好。咁多位 BB 你哋好。我系抽蛋嘅时候，我会有。我系打手。咁多位打手你哋好。咁多位打手你哋好。我哋西妹唔知咩嘅。西妹唔知咩嚟噶？系啊。今日睇到我一身嘅造型，就知道系抽嘟嘟嘟嘟啦。就知道我系 cross 紧嘟嘟。我哋今日要抽赢咯。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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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可能林天君系濑尿我最耍家嘛？吓，唔系赢咗先嗌赢嘅咩？好夺嘅，赢咗咯，俾台嘅咁多位观众。佢 predict 咗自己赢，冇错。咁即系赢咗啦。count 到得系一种经验，唔 exactly 系一种经验嚟嘅。如果你好想去日本，我而家都想去日本，因为太平啦。六算啊，大哥，我买嘢近乎唔使谂咁，我即系使钱使到好似倒水咁，黐线！平时唔会买嘅嘢咧，今日买晒。好，我都好想去日本旅行。哇！冇命冇命！好，豉油碟咩叫豉油碟啊？系啊，豉油碟。Percy， 我有嘢问啦 ，Percy， 真系好有嘢问啦 ，Percy， 有啲嘢你就系得你可以答到我入 Percy 呢度 ，Percy。有啲嘢我要问你啊，有啲嘢就系你可以答到我噶。好事你好，豉油碟，我好想去日本，真系好甩正，甩正。好有嘢问啊，系啊，嘢问。我问咧，点解咧啲日本女仔咁中意着蓝色？同埋白色的配搭啊！我夠膽講七成的女仔都是這樣穿，七成的女仔啊，七成的女仔啊！我去到日本發現咧，七成的女仔都是穿這個白色、藍色的配搭。真系好恐怖，系咪有啲？咦，冇事喎，佢哋赢咯，好正呢个音乐。唔系啊，唔系男仔都会咁着噶，系女仔好乸夸张噶。睇唔睇到我讲嘢？睇到啊，睇到啊。Hi， 星粒 H 你好。好乸夸张，多到你唔相信七成嘅女仔咁样着，因为我其实觉得好奇怪嘅，点解我睇得上眼嘅女仔都系咁着，然后发现咧，原来其实好普遍嘅，原来好多靓女嘅真系老老实实，我要大平反，假妹真系不能够小看，有啲人话咧假妹靓嗰啲去晒拍 A V， 我唔同意，我觉得有好多系。冇拍到 AV， 但系好乸靓嘅，
系 A V 反而见唔到嗰啲好乸靓嗰啲，我反而觉得蓝色同白色、哦，成个民族嘅女仔都咁着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令人觉得好 amazing。唔系啊，我都觉得有啲奇怪，我完全系唔脚粗，唔系好难讲，即系唔系话太脚粗啦。总之系我啦极劲啊，唔系讲笑，好多靓女啊，老老实实。唔知道啊，我今日成台啊 ，sorry 啊，唔系今日合家欢台，我应承咗西妹今日要合家欢。好啦，你啊，你太年轻，好，简直系冇得定啊！我咁讲无谓可激，原来假妹呢两个字 ，Hers 唔识答啦，系咪金贵兴咧？其实我都系想，佢系夸张到即系七成嘅人系咁样喎，啊咁夸张啊！所以我先话会唔会系？我就想会不会关民族 的原因啦，因为、日本国家队是蓝白色的嘛。我怀疑是这样。好厉害啊，真的 Leon， 我去完日本就发现日本是一个除了啲嘢平之外，我完全是我明明我印象中的日本女仔咧系珠圆融润得好紧要嘅，即系象腿加校服，你完全幻想不到靓嘅嘢啊！但系今次我去完唔系、哦，我见亲嘅学生妹近乎啊，有七成以上都是非常之漂亮嘅学生妹嚟。真系冇得定日本，系啊，但系其他国家冇噶，就系得日本先系咁。同埋咧，通常你蓝白咁样配咧，就系、是、着裙嘅。我发现呢、這个我及咗日本妹几日嘅时候发现嘅一样嘢。说时迟那时快，谈论下日本女仔咧，咁就打完咗只查律特啦。佢是点样？你答唔到我噶，我好失望啊！我主要你可以解救到我嘅谂法。我都觉得系讲得几好嘅，但我觉得会俾人笑咯。都唔系啊，唔得意咁样系咪？姓吴先系叫唔得意啫。咁啊系。改名有霸气是最难的，我发现。例如咧，你觉得听过咩名系最有霸气嘅？你觉得有单字嗰啲啊，或者单字啊，又型咁样嗰啲咧？有冇遇过？譬如你俾个姓嚟啊？俾唔到啊！霎时间你自己衬啦，好唔好啊？你求其谂个姓啊？胡啊，我见到胡峰。胡峰啊，系啊，咁啱咗胡峰得唔得啊？呢个胡飞咯，叫金融嗰啲名嚟噶，系啊，摆明系金融，系啊，胡一刀啊，或者叫唔得喎，你跟抄人嘅，系啊，胡两刀啦咁样，唔得啊，你有二次创作扮原创噶嘛？我今日好精灵啊，你觉唔觉得？系啊，点解嘅？因为有表妹陪住，喺人哋屋企系唔同啲嘅，好似去咗旅行咁样嘛，系咪？是啊，好放松。如果听日唔使翻工就好。我都系咁讲，我琴晚都系咁谂。你琴日先落机啊？系啊，落机啊。姓胡啊，有啊，胡一个字就已经好型啦，胡乜都型噶咯，其实。胡航啊，咁劲啊，系咪？胡须，胡心啊，三木一个心，总之叫呢个心字嗰啲人都。
三條木嗰、那個係啊，都好似有啲型。你 emphasize 一定係三個木。如果女仔嘅話都得嘅，不過第二個字咯，係嘛？你都係想我咁講。梗係啦，劉文，劉文，胡光，哇！光好勁嘅 Ringo 哥，你咩胡何胡光 ？Sell 嗰個明顯玩嘅咧，胡 show 胡 show。建議叫殷紅。红哎呀 ，six so 你点解？哎 ，six so 你简直系我心里一条虫啊！你讲呢嘢我完全明系点解，我又知道你点解要改呢个名字，因为佢都好衬阿西妹嘅。咩意思啊？你讲紧啲咩啊？我唔知点解啊！成日我觉得 six so 系咪我嗰啲第二个人格嚟啊？佢淨諗嗰啲嘢，永遠係我諗嘅嘢嚟嘅。係咩？佢啱啱諗咗啲咩同你諗到好似啊？佢講個名字。係啊。同埋係。係啊。有咩咩啊？點解會你覺得咁嘅？因為佢會諗到一啲咧，你哋諗唔到嘅嘢，但我諗到佢點解諗呢個名字。點解嘅？係啊，好難講喎。仲要有人簽佢翻嚟啊嘛，簽佢翻嚟唔同工佢啊嘛。唔明你讲乜我真系恭喜你啊！你咁样睇唔明啊？算啦，冇嘢啊！我要听唔明啊！系唔明系啱嘅，因为要合家欢咁样要。哦，系噶。系啊。咁好啦。刘邦、胡品，系咁出嗰啲。我真系恭喜你。其实阿 Beach 都有去共鸣嘅呢样嘢。胡三个火系读咩啊？陰唔係喎，三個火讀個炎字好似係喎，炎啊係喎，三個火係炎字喎，黐線啊係啊，係喎子，三個金係讀鑑啊嘛，讀鑑咩？唔係讀陰咩？係咩？陰咩讀？三個水讀咩？鳥三個。木啊！你想讲邱家军？三个马字咪读个 feel 字啊？好似唔记得啦。胡枫，你收歌上先啊 ！Feel 嗰个字唔识。胡疏啊？胡咩啊？我睇唔到啊个字。好似元虎啊？系嘛？唔系武虎啊，冇打过武咁。胡椒。有霸氣真的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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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有三個小點讀不懂少少少，有這個字嗎？沒有，求那期說有都可以的，中國字那是經常有些政治人的嘛。我公司有個國內 的同事，他是不記得姓什麼，但他後面是四個火咯。是啊，你喜歡有五個火都可以的。唔得系嘛？搭喺边啊？搭喺中间啊？自己作啫嘛，有好多嘢系自己作噶。咦？打到噶喎呢个字？打到噶，好多字都有得打噶。你打五个火俾我睇下。火火火火火咯！多谢你。Hello， 谦。谦谦你好，阿德你头先又翻到嚟喎。系咩？又翻咗嚟啦？系啊。佢翻咗嚟定咩噶？佢翻咗嚟，然后又走咗。他之前不在的嘛，是吗？去台湾的嘛。去了台湾。嗯。胡谦。你的日本之旅如何啊，东哥？我讲完了，不讲了。搞错。上半场讲了。好了那不要再讲了。没有，我说这日本妹都挺漂亮的。我要为她平反。嗯。日本妹全盛时期真是一个打三个的。你唔识翻，识翻个，生翻个添啊！直头上咁快，生翻个日本妹，未识点生啊？啲名越嚟越翘口惨。Sam 1QQ2W， 我系新观众，
可能要計數嘅遲啲嗰啲。要一加二加三嗰啲。係啊。嗰啲咩乘三，全部有括弧嘅。先乘除又要後加減啊，唔知乜叉叉。括弧嗰啲咧，可能遲啲。幾時出啊？嗰個 DS 三。Three。Three， 咁幾時出噶？2016年。嗯。因為大家知道咧，我打極打嚟打去咧，都係嗰幾隻 game。你都知道嘛？新會人應該都知道。我知道啊。我有啲好白痴嘅堅持嘛。我知道啊。第一，我就唔會有個日本妹女朋友，同埋唔會打啲求其 game 啊嘛。所以我都怪唔得我冇乜人睇。係咯，唔知到時東哥嘅節目仲有冇人睇咧？喺冇啊！我心想2016年嘅初年初，我估係我都係 Dust Soul Sky 嘅叫做香港。或者華人呢，我都算是幾獨一無二的頻道，因為很少是華人呢是有 Dark Souls， 很多台灣觀眾就是這樣，因為我都算是在這個華人界來說差不多得過一個人做 Dark Souls， 是不是很威風啊？威啊，威不威過威士忌先？那威士忌威一點，威士忌威一點，好，嗯，是喂，唔该，你一系就快啲。Yesterday night I saw a player who was playing N 咩叫 NG 加四十七咩 ？NG 即系new game 啊，即系几多周末咯，我哋所谓嘅。其实去到加七系啦，有讲到啦。加四七喎，但系加七咧就已经唔会再难噶个，所以系冇乜问题嘅。哦。同埋係由NG 乜都冇加到去加一咧，嗰個難度係顯著地上升。之後嗰啲難度唔係話非常之係噶。其實你去到二週目已經開始係一種叫做馬拉松式的玩法嚟嘅，即系其實個趣味是冇乜嘅啦，純粹係為咗真的要點啊，西妹。冇嘢 ，sorry， 講緊嘢，你繼續講。唔緊要啊。嚟，我流緊鼻涕啊，西妹。咁點算啊？抹咗先啦，唔該。唔得啊！由得佢滴下滴下，好核突啊，大佬！鼻涕啊，喺度张住喺个鼻度。你搵张纸塞住个鼻先啦、啊。蛋大佬啊，西妹，唔可以停嘅咩？唔可以啊，大佬呢家嘢，打大佬都可以停。好搞笑啊！做人咁随便，边有人会俾面啊？但系我肚都未生得，走出嚟。你喺度研究紧你表妹啊？系啊，好大个肚啊！俾我睇个肚啊嘛。研究下肚。研究下个肚系。哦。瞓未啊，表妹？瞓噶啦，咁我嘈住佢嘛。Sorry 啊，好啦。你打完未啊？我就打完啦 ，Sorry， 我令到表妹冇咁好瞓。快啲啦 ，BB 眼瞓嘅啦。Sorry 啊，喂你，其实 BB 随时瞓都得嘅，讲下小姐。好好紧张噶度，我依家一定会淋天光嚟濑尿嘅，西妹。真系噶系嘛？我估到你噶啦，你受唔起呢啲压力嘅，真系叻。叫西妹帮东，梗唔会啦，咁核突。我叫佢攞自己攞井塞住个两个鼻哥窿佢。咁咪得咯。会唔会去得嚟抹都干晒？你又啊冇红都面晒，同埋我都系真系唔会帮佢走佢千里
偏你少少咁样走去帮佢抹鼻涕边位啊？完全试到你啊，西妹！如果你流鼻涕叫我过嚟帮你抹咧，我搭的士嚟嗰阵帮你抹啊！你睇下你，你睇下你，你啱啱听我咁讲，你先咁样讲。你睇下你呢咩人？你话东哥我流鼻流鼻涕，我即刻哇咁大件事，所以我搭的士嚟帮你抹啊！你睇下一嘢试出你嘅为人啊，西妹太过分啦你！令我太失望。Damn！Yes！ 赢咗，擤鼻涕先。